大きなのこの古時計。没有，这是秋兰经理，这是秋兰经理。电比电，电电应该很简单啦。电眼制造比，电眼制造比，天空人。牵强，主要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电眼出现哈、哦。啊，右下角他笑脸还在哪里？然后被妈妈电。张一丹拿了什么？我跟你讲，那什么？小车。那什么？电动脚踏车。脚踏车。哎，那很重。很重。小阿哥，我们要给你这个奖励你的劳力哈、哦，所以获得一分。Yes。可以啦，那这样我才能去搬电梯来哦。嗨，赵伟哥拿了什么？我山菜花，菜花，我拿的是诊断证明书哈，我们算你过关。蔡英文，蔡英文，我也是蔡英文。那人拿什么？你那个蔡英文。小嘻哈，丰田也是蔡英文。丰田过。蔡总统，蔡总统，讲几句话。蔡总统，希望台湾的疫情越来越赶快好起来。我日本腔好重哦。对啊，蔡英文讲日本腔，你怎么会讲日本腔？加油台湾，谢谢日本，加油！篮球，球，威廉，威廉，你拿什么？球。不行啦、啊！求偶，求偶，求偶啊！这样棒吗？好，来，豆哥，豆哥，你拿什么？球球，球球，好烂哦！求求你，请问那个丰田那边为什么蔡总统要出现了？没有，这是秋兰经理，这是秋兰经理。头发不对嘛！大家加油，你们小花小心一点哦，快点，小姐。可以一秒变蔡英文吗？蔡英文，蔡英文，台湾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蔡经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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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要小讲话，小心哦。不要，蔡英文，上帝也帮忙，上帝也帮忙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们等下去，你的鼓励。IT 大臣，好的，这次获得天使所有的，我们要给他个掌声鼓励一下，辛苦了，很有创意。